好，下次少东王子豪在婚后屡传绯闻，去年在台北市街头还遭人刺伤，他怀疑妻子是教唆征信社的人员来犯案。不过警方调阅了王家家跟涉案征信人员的通联记录，认定都不在案发现场，台北地检署将全案是不起诉。王家家受访的时候说，我不是100分的老婆，但是很努力要给小孩一个圆满的家庭，怎么可能会去伤害儿子的爸爸。而至于是不是已经跟丈夫破镜重圆了，他低调地说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